Zwei Leute!调音师您好，鼓手的吉他反送大一点，谢谢。OK， 然后咱们第一首歌《垂死反抗》，欢迎大家。我听不见，大家真的太棒了。首先要感谢一下今天到场的所有朋友支持黑虎。你们是不是等了我们好长时间 ？OK， 不需要再等待，下一首歌，一首稍微慢些的歌。Please discard my sorrow. Yeah.
子梦尽头。Oh no, it's so crazy. I cannot see my future. You know, I do. I can be the sky like your beautiful eyes.躁动，下一首歌给所有人荣誉之剑，所有人声音，No.
thoughts are something I would even need. I would fall from the heaven. Now we're full for the battle. You'll forget our own note and our soul. Are we our soul?时间拽盘了，向右往前站，我要听到哪边呼声最大啊。别着急，后边还有，还有三张的啊。OK， 下一首歌 Land of King， 把你们的右手伸出来，放在你们左边胸口，向我们宣誓，向战士宣誓，向你们国王宣誓，这片领地是我们的，我们永远是金属战士 The Warriors。War is beginning. Count everybody and defend our homeland.
don't be afraid. Fight like me, like a crazy beast. Fire! Don't worry, only one else. Battle until you die. Love, you are beside our day. End of the holy war to our victory. Finally, we are the Lord of Kings.说鼓手呢，赶紧的。各位大家，还想继续吗 ？OK， 满足你们下一首歌。The Immortal Works。稍微等一会儿，伟哥，要不然你来段急勾 ，solo 一段，是我们那个流氓鼓手孟大师。
稍微等会儿，王灿，稍微等会儿啊，那个，那个，对，就是那个，还问一句 ，Do you smoke weed？现在念的时候应该搜了一段了。OK， 我们回来了。重新开始 The Immortal Works。
在之前做过开场，但是改了一个现场版。OK， Black Lake。Hero, you will be with me.
Been there showers here in the scary lake. Here all you will be with meeting of my age. Or immortal you will be with never fading light. 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但是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大家一会儿听到翻唱的时候你们会知道什么歌。但是现在我在微博上公布了，我们会有一位神秘嘉宾到场，你们想知道是谁吗？声音不够他不出来，再来一次，欢迎冥界主唱田奎田老师。大家好，我是冥界乐队主唱田奎。谢谢大家在今天来到毛，来到我的兄弟黑狐他们的作品的一个首发的仪式。我呢跟他们接触了很长时间，我觉着黑狐是一个认真朝气而又富有想象力的乐队，所以我认为黑狐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与尊重，所以我现在希望你们所有人把欢呼声献给黑狐好吗？啊！来 ，OK， 我们最后一首歌，先让我们俩喝一口。待会儿还得喝呢，别着急。最后一首歌 Are you ready to fight? 准备起来！
家所有的双手。谢谢你们所有人，在此我要感谢一些人。首先，冥界乐队的主唱田奎田老师，我们是多年的好友了。然后离家住也近。然后之后是号角老板，也是冥界的吉他手陈曦，一个特别好的一大哥哥。然后恶刺乐队的鼓手卢小帆，是我鲁哥。然后也感谢一下，在我们乐队帮了很多忙。然后最后比较重要的也是血友棍的全体成员，谢谢你，谢谢你们。最后更要感谢你们所有人。OK， 我们下场演出再见，门口有卖我们的 EP， OK， 可以大家去看一下。之后还有还有一支乐队独舞，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不错。哎，这光有点 low 啊！我他妈开相机吗？啊，这可以，你帮个忙，行，助理。哎呦我的天！这灯光着呢。不，往前站，往前站。就是有谁？再往前。站中间，高，还是 low， 高哥。哎。说话了，再来一手机行吗？继续，还火。疯了，牛逼还火！你说牛逼，牛逼。